回来啦！汉堡，那还买汉堡吃啊？对啊，你指教你指教。妹妹买了糖，走，妹妹。买了啥好吃的？买了这个凉拌菜、花生，还买了一条鱼。好久没吃酸汤了，今晚咱们做酸汤吃啊。买了火锅、碎菜、豆芽，还有小青菜。这里面有茼蒿，还有豌豆尖啊，这些都是下酸汤吃的好菜。哎呦，买了一条这个大鲤鱼，有多少斤啊？这个？这个应该有四斤多。四斤多。对。买这种大的鱼，这个鱼肉就会特别的厚，所以就买了这种大的鲤鱼。咱们弄点姜片还有醋啊，这些给它泡一下，腌制一下，等下的那个肉质会更加的美味的。再撒上一点盐，让那个盐入味。弄醋的话，等一下吃起来也没那么腥，而且它那个肉质会硬一点。买的这一条鲤鱼呢是母的，然后好大的两个鱼蛋，这个鱼泡也是很大的，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咱们也是不扔掉的，这个鱼蛋也是吃起来很好吃的、哦、放入这个酸汤酱，酸汤鱼的灵魂就是这个酸汤酱。腌制的鱼肉可以放到锅了，不要腌制太久太酸了，用冷水下锅再煮。你买豆腐了，我们再下豆腐吃。已经有了，今天早上叫舅舅买的。下这个豆腐也要提前下炒入味，下少一点太满。应该熟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多熟就可以开饭了，我去舀饭吃了。俊宝宝，还舀饭吃，宝贝。我们要开饭喽。给下点白菜。芹菜。芹菜。这个是。盐须，妈妈，盐须菜，盐须香菜，妈妈，这个茼蒿菜，哎，嗯，要不要？在那边，八个点，都哎点啊。